刷感应卡在这里。好了，刷了应该是可以了。可以吧？对。好，然后要换鞋子，我拿鞋子给你。我先。拖鞋嘞。对，我先拿给你。你要记得我鞋子放哪？有记得，它就是一个房间配固定的拖鞋。哦，这是我的。然后固定的。那你装客人，那你跟家人的鞋，对，我知道，我帮你拿上去，就跟住饭店是一样的，你的鞋柜不会跟别人混在一起啦，哦，一层一层一层的，好，对啊，白色圣诞树，今天是我老婆入住月子中心的第二天，但是东东。还在医院，不过好消息是，第一天啊。对，不过好消息是东东的数值，那个黄疸的数值有下降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可能明后天就可以出院。然后我带东东放学，我带他在家一起玩功课，现在来跟妈妈一起吃晚餐。这边我们要做这个，这边是住民专用，这边是访客。他电梯有分，客人来的话要坐这台，我们是住。我们是住在这的，妈妈是住在这的。我们也会住在这啊。客人是说，比如说朋友要来看。我们不是朋友，我们是家人。对，直接就是了，你是他的小孩，就不是朋友。哦，他这边门禁很森严了，你进出都要刷感应卡。六楼。对，要给你按好了，按了。所以其实，一般人没有感应卡还是进不来，没有房卡进不来。然后三楼拉比在三楼，很像饭店，他还有那个拉比在三楼。然后进来每一层楼都还要再刷一次，都还要刷一次门禁，一层一层的，对，一层一层的门禁。可以进去吗？妈妈可以进来吗？我在拍哦，有没有衣衫不整？东东不在应该不会啦，东东在的话可能会。我的宝贝，来了。对，应该要去帮他准备一个拖鞋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啊，你说小朋友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便当，我们的便当。我刚刚还在想。东东在应该是可以直接开门了，因为东东不在应该可以直接开门，东东在有可能在喂奶嘛，所以应该就还好。妈妈有特别等我们一起吃哦，花生汤哦，而且还是芋头的芋头花生哦。我先喝一口试试，好，如何？好好吃哦，嗯、真的、哦。来，好，先洗手，然后你挂完手来教你自己挂，看你挂不挂得到。那个有点难、欸，我觉得他的衣柜设计没有很。哦，好吧。那我拿着这个衣架，你把它套上来好不好？我的屁股。彤彤，这边好挤，来、啊，不要太多人，这给妈妈好了。我先去卸下来我的身上装备。东西好多、哦。接下来爸爸带去的小旅馆。对，妈妈想跟你一起玩桌游。手作哎。真的好玩吗？哇，这是你的作品吗？刚好就帮你拍下来。你的手作。哇哦。好可爱的是哦，圣诞树。你知道坐我旁边的妈妈突然转、做完的时候转头问我说：“你是彤彤妈妈吗？”她认得你哦。她说：“因为他们在找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就差不多时间怀孕，然后差不多时间这么巧月子，对，刚好马上就这样很好就认识朋友了。”对，但是我忘了问他是几号房的、哦。没关系啊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活动，应该还是会有机会遇到了。这个好可爱，是装电池的吗？那你带回去好吧。对啊，装电池后面可以装电池。那个，这个后面打开，按哪个按钮？没有，转过来，推过来，黑黑的那个，推过去。嗯，水银电池吧，因为它这个感觉没有电池盒。可以放在家里好不好？好美哦，等一下你带回家好吗？更有圣诞节的气氛了。这样我们就哎，彤彤，这样我们就有一棵真的圣诞树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圣诞树是一个布而已，对不对？虽然它是小的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真的。然后妈妈经过三楼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的。好，拿了一个。我接一下这个脚架。对。阿明，他要快考英文呢。对。对啊，我考英文听力。我考英文听力。妈妈先帮你整理一下。要吃水煎包跟一点点。对，我们买了炒面。先洗手，先洗手，你洗得到吗？好，这里可以洗，里面。去里面洗好了，里面。里面有洗手乳。这边是那个什么乳？你要这个吗？这个好像是最近很夯的那个洗手泡泡。哦，你要不要洗手泡泡洗？用洗手泡泡洗，这个最近很夯。他说这个好像小朋友日本幼儿园常用的。小朋友对小朋友。先吃饭，哦，其他等一下再说。肚子大，那个肚子都饿了。
吃嘛，东西睡着了。后来这个水晶球被打开，表面。等一下，我们走之前可以跟你玩那个吗？这个什么汤啊？那个黑色的。你说好了，因为我看你那个。那爸爸做哪些的？他是猪之老人吗？我就可以再给他买一帮椅子。为什么？那这个椅子可以，这个板凳可以再让他买。你知道猪之老人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就是没有人跟他住的，就是他的住一个最后一个字。所以呢，没有人跟他住。哦，你要吃面？就只有那个志工来，那个生姜会来送份便当给他。哎，你们有买到水煎包？对，很神奇哦，今天晚上还卖水煎包。让我洗手。买了三颗。让我洗手。拜拜。这个也很。我需要你服务。日本用的原材料，你需要什么？我帮你装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动哦。这个也是日本的洗手的。我想要问他能不能再拿一个椅子，因为我们其实还蛮常有机会一家三口的，再多一张会比较方便。嗯，那我请柜台能不能再拿一张椅子啊？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打个电话，你们先吃，那我打一下，因为我坐在床沿，那离这边真的也太远了。我本来想说我一个人可以坐床沿，可是其实这样还是不是很方便。拍到我做了一件蠢事。什么事？便当拿起来转个弯。哦，对啊，我想说我坐床沿这样子。你没有警觉到我做了什么蠢事？没有哎、欸。就是我不需要把它拿起来，我只要整个袋子转个弯就好。哦，好，你们先吃，我先拨个电话，我问他来给我们一张椅子好了。来，要不要直接去三楼啊？你说我下去自己搬上来吗？对啊。他这是三楼的椅子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他东西都经常搬，经常不是。你去做手作的时候有看到这种椅子吗？好像不是这种椅子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可以再给我们一张椅子吗？我们刚入住的时候，我有跟你要了一张，那可以再一张吗？好的，好，好，哦，只要是椅子就可以，只要是轻便可以移动的椅子就可以，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。好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妈妈去过，哎，妈妈，我来微波好了啦，你坐着，我来了。对啊，我在讲电话。来，你放着，我来微波了。你去做，你先跟彤彤吃。嗯。你在好吗？好吗？嗯。嗯。我把卡片挂在门上吗？好啊。好。鸡汤还微温呢，还没有完全凉。那我先弄个30秒，好了。没有弄到烫，就是可以正好合适入口的温度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彤彤要吃水煎包，他不想吃。他本来说他一直在犹豫，他本来想要吃面，然后又说要吃水，但水煎包有在卖，他说那我要吃水煎包。可以啊，他水煎包你如果没吃完，就刚好给妈妈留着啊。当宵夜吧。晚奶好饿哦。嗯。真的，我上半夜洗完澡觉得好饿。很好啊。胃口好就多吃一点啊！看看，你说你不吃这个鱼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！我本来以为它是梅子，后来我发现它是栗子。嗯，好可爱哦！它是栗子。我们今天学校的水果好特别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真的哦，它中间的籽很大颗，好像是李子的其中一个。真的哦，你也可以吃。然后中间有是什么颜色的？绿色。枣子有可能是枣子，是枣子，形容对，它是枣子，嗯，对，是枣子，很健康哎、欸，高丽菜，然后这什么肉不晓得，它通常就会有两个肉吗，还是什么肉？中午我记得是牛肉跟一个是什么肉，忘记了，吃了就给人家忘了。像你如果饿的话，白饭可以跟他们说再多加一碗吗？不是啦，我饿不是那种，就是我吃完都很饱，我是那种就是可能4个小时或3个小时，我挤奶完了之后，嗯，会突然觉得很饿。哦，可是我没有到就是要吃掉一个便当或什么，就只是饿。单纯吗？对。我自己，我终于可以喝汽水了，这几天吃的都好健康。这也不是汽水，这是运动气泡饮，所以你们现在买一送一。我经过我就想说买，没有人的话我就停下来就去买。然后就加菜，虽然我老婆食欲有开始变好了。可是他有不喜欢吃的，对，就变成我们就还是要加菜，但至少不用说他剩很多，我们都
一家三口全部都吃他剩的了，我们可以有一些那个，也不是那样讲，他剩的还是不要解释，也不是剩，他剩的也是很豪华的，还是不要解释的好。我们这样子吃，干嘛这样？可以拿着啊，我拿着做床垫，可是我这样离你们好遥远。彤彤讲我是孤单老人，你干嘛给我肉？这个不是你是不是孤单老人的问题，不管你坐哪里，孤单老人就是孤单老人。交换好了，下次给你放这里。要我播吗？你播给彤彤啊。彤彤才不是这样的小孩。彤彤，你播给彤彤。好，那我就坐这边，孤单老人在这里吃了。独居。独居老人不是孤单老人。我还没有坐客，我跟你讲，坐床边这边还好。我坐来沙发这边吃，才真的到。好像你们排挤我，被排挤哦。没有乖乖吃饭，自己去那里吃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小幼稚园会这样吗？你没有乖乖吃饭，你自己一个人在上面。哎，什么？刚说吃面，我先给你面，好吧，免得你。哦，先给你放在盘子里预备啦，免得我离你太遥远了。先给你一点，不要太多，对不对？先这样，先放一点在旁边。你这样两种都有，你说停我就停哦，好吗？停好，所以丢一个青椒给我。那哪有青椒？甜椒啊。好啦，那 我现在好像也不太方便，就是继续拍，因为我要一直我要离你们很遥远，我就先记录到这边。之后如果有再多一个椅子了，就可以。孤老人。拜拜，我们吃饭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妈妈拜拜。拜拜。所以你独居老人是在学校，祝福大家健康快乐。